职权行使法修正部分条文附议案投票表决结果，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附议案62票，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附议案51票，无效票0票。我们决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部分条文附议案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者62人，超过宪法增修条文3条第二项第二款所定全体立法委员1/2人数，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此间中华民国113年6月21日投开票监察员杨琼英委员、林国成委员、陈培瑜委员。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团结！非常谢谢大家，我们再给立法院党团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来，交给孟凯，我们书记长。来，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傅昆萁总召？好，国民党团以及朱立伦主席、最强总教练，我们。前面热大哥。所有在场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父老，大家午安，大家好。再一次的感谢你们不辞劳苦，从台湾的各地一起赶到国会，关心台湾，关心我们的民主自由，让国会有能，人民有权，全面的反贪腐查弊案，好不好？好。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由朱立伦主席所领导的国民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民进党，民进党下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都是用钱买来的。现在穷的只剩下钱，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团结一致，为人民奋勇向前。你说对不对啊？我们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够打败贪腐的民进党，对不对啊？对。我们请团结给朱立伦主席。来，加油，好不好？好，朱立伦，加油！朱立伦，加油！朱立伦，加油！立伦，立伦，立伦，加油，加油，加油！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加油，加油，加油！台湾，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再次谢谢各位，真的很不忍心，这么热的天气，好多人都中暑了。再一次感谢你们，我们在这里，国民党团。在朱立伦主席带领之下，在这里给大家为台湾、为各位，我们深深鞠躬，谢谢你们，谢谢。深深一鞠躬，感谢大家的支持，深深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国会改革，谢谢。我们继续坚持国会改革，反贪腐查弊案，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反贪腐查弊案是我们的决心，今天我们顺利的反对附议案，未来我们会好好的用人民给予的权利来为国人把弊案一件一件查出来。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焦虑，看到对面有一些人上了街头，可是我们明明也很支持国会无法，但是我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站出来？没有错，就是今天。因为三读通过以后，还有一个复议的程序，也就是在今天复议失败以后，行政院的复议失败以后，我们国会改革的无法就会正式通过了。大家说好不好？好。其中有几个法案我要特别跟大家提。首先呢，是藐视国会罪。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立法院不，我们前立行政院的院长叫做苏贞昌，他当时在做立这个院长的时候，行政院长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骂郑丽文委员立委更小，他说在那叫什么？骂了蒋万安市长的家人，骂了洪孟楷书记长的家人，这就是藐视国会，大家说对不对？对。当我们的官员在台上不断的欺骗，好，不断的呢说假话骗大家的时候，我们国会改革无法，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官员不能说谎。行政院竟然还要为此提出复议，难道行政院是要保护官员不断说谎，鼓励官员不断说谎的权利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通过这无法。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调查权以及听证权。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我们呢新的国会新的改革可以调出民进党的陈年弊案，大家都觉得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挖出真相。我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不是检察官，只有检察官跟法院他们有了资格能够判罪，可是我们宪法所赋予立法委员的调查权跟听证权如果能够实施，大家所关心的疫苗采购案，大家所关心的口罩案、鸡蛋案，还有呢这个政府监控人民的案子，我们就可以透过调查权还有听证权，在最短的速度里面把所有的资料公诸于世，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再一次非常感谢，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大家愿意站出来支持我们国会改革。今天我们要开心的，我们要欢喜的，我们要自信的迎接等一下中午的胜利，大家说好不好？好。